我做这些都是迫不得已，是国公逼我的。他知道我在帮你跟谢少时，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他就会杀了我。只有你知道，尤芳一是我的人，若不是你背叛薛家，怎么会知道他？是，我有罪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一直以来帮了你那么多，你都忘了吗？ 燕娇池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侯爷可是早就死了。你闭嘴！天下权谋诡计者甚重，只有你最不入流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朝秦木楚之人不会有好下场。我这一生最后悔之事，就是为了燕翎，又信了你一次。 刀琴，杀了他！不能杀我，江轩宁，你不能杀我。薛家已经发动攻变，血为今日必死无疑。你要是杀了我，不会再有人替你做事了。在你心里，所有人都是被利益相连。你以为只要你有价值，我就不会杀了你吗？我告诉你。 你的命比不上游方一万分之一，杀了他！江雪娘。